吉爾直接啊傳去前面，有機啦，個波整多腳，及時解圍啊！有冇隊友可以立翻個波咧？卡比爾，卡比爾傳去側翼，哎呦，個攻勢就咁斷咗攬啦！向側翼傳球，警覺性唔錯啊！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成功解圍。謝神山道士，個波由後場直接飛到前場啦。吉爾，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話個波唔離腳嘅，法格納。分去右翼度，睇你呢下啦，射歪咗，哇！喺龍門口呢個波都唔入，我係咪眼花？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截咗啲球波啦！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！法格納、吉爾、吉爾試下向前傳啊！一腳長傳。呢、這個直線靚啊！我接到了，向前傳啦，卡比爾走位接應啊！真係好波啊！俾佢捉曬路啊！因為佢個下身力量夠啊，所以腳步企得穩啦。哥連泰斯而家有後備球員啊入睇，揾下辦法睇下可唔可以多少少火花啦。禁區裏面有隊友傳得㗎，吉爾解咗圍先啦，喂！
向右翼传出，射个啦！啊，后防踢得好好啊，完全唔俾佢咧转身起脚射门。浪高个波，本来就可能有啲机会嘅，不过都要等下次啦。翻去右翼度，直接长传，嚟到个靓嘅位置啦，长传唔中目标，吉尔。出底线角球嚟嘅，跳高一跳，呢个 try 啊，值得试下噶。唔好话你啊，我都以为呢球波入球，争少少。法林明高等咗几分钟，终于可以换人啦！咦，换人啦噃，一口气换两个添。喂，一次换两个人，睇嚟领队都觉得咧系时候要变下啦。法格纳。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俾個腳唔夠靚啊，嘥咗個機會啦！哎，而家可以反擊啦！完全怕同人碰撞嘅，踢埋上去，加比尔八好三，要救到呢球波，你估咁易噶？呢个龙门抵加人工俾佢啦。哇！又換啦，守門員單槌打出，將個波傳去前面，呢球波擋得好啊！一个长传就上前抢，法格纳，呢脚波啊传咗去对面边线，有队友等紧接应啊！吉尔有机会解围啦，直接长传。波傳向左翼，
埋呢啲時候咧，有經驗嗰啲球員要負多啲責任啊嘛，唔可以就咁簡單就失咗個波嘅。賴公呢腳波俾得好噶，射失咗啊，有多少可惜啊！咁靚嘅俾波，嘥咗真係可惜。是不是找到目標呢？解圍成功，有機會打反擊啦！嗱，而家兩隊咧係互不相讓，所以個控球權係好重要嘅，唔好亂咁送禮俾人先得嘅。樣嘅傳播唔得㗎。而家睇落咧，場波嘅關鍵咧就係邊隊能夠冷靜啲，能夠 hold 得住個波啦。企啱位，接得好好啊！法格納，咦，控得幾靚喎！是不是要起腳呢？這個球救得靚啊！這個球救下來看起來好像很容易，其實真的不簡單。多年泰斯又換人了，要讚咧，佢嘅意志力應該幾好嘅。不過咧，有心無力啦，教練換佢落嚟都啱嘅。而家兩隊咧係互不相讓，所以個控球權係好重要嘅，唔好亂咁送禮俾人先得嘅。完咗圍啦！一腳長傳，喂！呢啲時候咧，有經驗嗰啲球員要負多啲責任啊嘛，唔可以就咁簡單就失咗個波嘅。謝神山道士攞翻個波，加比爾巴保沙攞到波咯噃，加比爾巴保沙。臨門一腳送大禮俾對方都有嘅。花林明高最叻就係反手圍攻啦，一個機會隨時收你攻啊！埋門嗰下啦！嗰個時間咧真係 perfect， 擺幾多個人埋去都阻佢唔到。嗱，對手後防嘅表現咧其實唔差嘅，但係佢仍然好似魔術師咁樣無中生有，製造咗呢個入波機會，睇陣。